谢谢。 从台中过来的吗？快哦，你们是台中人是不是？我是在台中读书的，我是读中国医药大学。真的吗？我是你好你好学姐好，我是物理治疗系的，学姐是中医系，好厉害哦。我们吉他社里面也很多。 中医系的学长学姐，然后我们在一年级的时候就会在北港，中医有吗？中医没有，就是我们其他系在一年级的时候会在北港，就是北港朝天宫的那里，然后呢就非常的偏僻，比台东还要偏僻，没有电影院，没有火车站，然后也没有巴士，只有。
医院会发出去的院车，因为我们就住在北港的妈祖医院旁边，然后要到镇上的话都要走路30分钟，不然就是坐医院的院车，然后就非常的无聊，除了读书其实也没有怎么在读书，就非常的无聊。然后那个时候就听到了这首歌叫做《月亮爸爸》，就唱给你们听。还有原本后面有一个就叫做《月亮爸爸》的童谣，但是我怎么学都学不会，就唱前面这样。繁星点点眨眼睛，月到中秋分外明，站在水边望月亮，月亮下面是故乡。好像有点低。月到中秋分外明，站在水边望月亮，月亮下面是故乡。月光融在江水里，想起爷爷的声音，今年天气冷得早，秋风摇摇绕我心。月亮月亮我问你，今年你多大年纪，什么时候我已长大了，你却依然很年轻。月亮月亮我问你，明年我会在哪里，什么时候我已死去了，你却依然。志伟哥哥是我们铁花村的员工。思念一天又一天，思念一年又一年，远方的人你是否依然儿时的容颜。月亮月亮我问你，今年你多大年纪，什么时候我已长大了，你却依然很年轻。月亮月亮我问你，明年我会在哪里，什么时候我已死去了，你却依然很。月亮爸爸，谢谢周云鹏。还来不及欣赏日出的美，一天好像好，我们等他，我不会歌词，重新好了。
这首歌叫《追逐》。日出的美，好像有彼岸的过每一天。红绿灯下的我，总是要停在白线的前面，好像我已经领先在起跑点。这不和谐的旋律，这样的年纪我要赶快脱离，长大我才能自己做决定。于是我们追逐着追逐着追逐着，想有个方向，却还是找不到。我们追逐着，追逐着，追逐着，以为得到了自由，可以实现梦的所有。是找不到，我们追逐着，追逐着，追逐着，以为得到了自由，可以实现梦的所有。我们追逐着，追逐着，追逐着，以为得到了自由，却还是找不到。追逐着，追逐着，追逐着，以为得到了自由，可以实现梦的所有。以为得到了自由，可以实现梦的所有。追逐，谢谢。
么好悲伤，除了你不再爱我，全世界都一样。心爱的人走了，变成灰色，我们都是棉花糖，迟早会融化。
星星的夜晚看着你。爸爸，我会在夏天开放吗？像你曾经的容颜。爸爸，这种失落会持久吗？这个世界会好吗？